随着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个人对肉品需求继续增加，开始着手采买中秋烤肉肉品等等。在选购肉品时，正重视肉品的品质和安全卫生。然而，台湾高温多湿气的气候，和肉品在室温外暴露的时间过久，容易滋生细菌的疑虑，进而衍生食品安全问题。台南市府力推选购优质冷链系产品。肉品处于低温加恒温的环境中，不仅吃出新鲜美味，吃得健康安心，更加会当安心庆中秋。农业局特产科长徐胜金表示：“大家好，咱即马中秋要到啊，所以大家对于肉品的需求会拢加较增加。啊，伫咱即马迄个肉品的冷链的部分，是咱不管是中央，不管是咱市政府这边，拢做赞成讲，咱为肉品市场甲猪仔买到了后，咱规个为冷链车来到咱的市场，来到咱消费者的手里，拢是规个有咱温度恒温来维持咱肉品的品质，啊个卫生安全。咱的肉品伫倒在了后，伊有一个温度三四十度的温度，咱伫运送当中有当时啊，唔知有啥物的迄个污染，还是讲来到市场的部分。搁好，咱的时间经过了，有当时啊，迄个细菌会增加。咱为着要维持咱肉品的品质，所以咱来推这个冷链。离这个温度维持了后，咱的肉质会更加甜，会更加新鲜，让咱的消费者吃了健康，咱的食品安全会当顾虑到。啊，所以咱来推这个肉品的冷链，不管是咱的业者。伊来针对讲，咱要买即个迄个消费者新鲜的肉品，爱咱甲咱的迄个设备先甲建立，啊，所以咱嘛迄个第二个呼吁，咱的迄个卖肉品的业者会当来甲咱申请，咱伫市政府遮拢有咧补助，啊，所以来甲咱申请了，互消费者更加安心来用咱的肉品，啊嘛，伫中秋的时阵，咱的肉品是。更加需要，啊，更加爱来注重这个卫生，啊，咱嘛，请咱业者来分享伊哩肉品嘞，申请当中来到遮已经三四冬的过程当中，伊有看到啥物的改变，啊，咱嘛希望咱的消费者会更加熟悉讲咱的冷链，互咱买肉品的时阵是真正有安全的，拢唔免烦恼的。在西港后营埔湖宫边啊，和记肉铺子经营安全卫生的肉品声明。第二代老板方瑞和表示：“冷链系统啊，我为开始为无到无尽，安尼差不多伫咧三冬啊，即三冬内底当中的改变，加上有网络的营销啦吼，伊会当吸引真侪咱消费者为。”唔是讲单伫咱当地尔，哦，伊真远个来啊，拢会当看到咱。啊，因来遮感受到的，就是讲有即个环境真舒适，啊，物件真新鲜，价钱阁公道。所以，即个冷链系统，伊为多载配送来到现场，有即个冷气诶迄个吹送啊吼，所以个肉拢一直保持伫咧。做新鲜的状况之下，你来到这个阮这个和记肉铺子吼，伊你袂闻到有咱一般市场顶迄种五味杂陈的味啦，对，真好。啊，消费者伫遮会当买到安心，啊，回去阁会当食到放心。这是即几冬来吼，消费者互阮的回馈啊，啊，我嘛真感谢政府有即个冷链系统的补助，啊，互阮会当一直成长，感谢。农业局特产科表示，政府继续推动提升畜产肉品卫生加品质，鼓励肉摊业者建立完善的冷链设备，将生鲜的畜产肉品对上游屠宰场经冷链运输车运到销售端，全程拢采用低温配送甲保存，以维持畜产肉品卫生加品质。今仔一百十二年第二波国产牛羊肉温控设备补助已经开始接受相关业者申请，期限到10月16日止。
提醒如有意愿申请的店家甲肉摊，可经由财团法人中央特产会提出申请，以免上误。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